上来迎接我们星光大道上的第一位嘉宾喽，他是谁呢？没错，就是我们今晚的典礼主持人姚淳耀。姚淳耀演出过多部戏剧作品，无论是正派或是反派都诠释得入木三分，让观众印象深刻。而他在主持领域也有很好的佳绩哦，先后拿下了新角节目主持人奖，还有戏剧节目男主角奖的肯定，让人非常期待他今晚的表现哦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哇，好多艺人团哦。第一次独挑大梁主持这个金钟盛会，我相信压力一定超大的，对不对？压力非常非常大。哇，你有没有跟前辈讨论一下你的妙招啊？有前辈宝仪姐、银萱姐、露露都给我非常多的温暖跟鼓励，非常感谢。哇，所以呢，希望呢，淳耀准备的这么周全，偷偷爆料一下，他在广播金钟奖的典礼那一天也有去观摩，哎，对不对？真的多一点练习机会。非常认真，祝福你今天非常顺利。来，谢谢小林，里面请，谢谢，加油。主持的心情有啊，非常的紧张跟焦虑，但到了今天，因为经过前期的不断练习，然后还有很多主持前辈给我的这些秘技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信心，那也是很期待可以给入围者一个非常轻松自在的盛会。惊喜小透露，那当然还是要大家进到这个典礼的时候再透露给大家知道，但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典礼。今天穿搭是这个 Celine 的套装，那当然还有我的幸运物 Piaget 的这个戒指跟手表。对，因为从我第一次得到金钟奖的时候，就是 Piaget 给我非常多的幸运，所以它也是我的幸运物。